欢迎大家来上这一门课。那这门课呢是数位学习的导论跟实务。那这门课呢，实际上老师已经开很多年了。以往呢，就是那个很多同学喜欢这门课，其实不是真的对这个课有兴趣，只是因为修老师的课呢就可以不用到实体教室上课。尤其是在职班的同学，他们就特喜欢，因为他们下班他们就不用很辛苦的再冲到中山大学里面来。首先呢，在我们这一门课里面呢，我们会 cover 很多这些重要的观念。就好像说今天第一堂课从一开始到现在，老师就有跟各位讲很多重要的观念。那有的也是比较技术性的，比如说包含说不用 VGA output 怎么让你们看到我的画面，然后让你们想说整个学校跟学习在未来所面临的冲击跟挑战，对不对？然后有跟各位分析这个社群学习知识跟创新，这些就是类似像这些东西，我比较会希望说我能够引导大家一步一步这样子去深化，然后让各位在这门课整个学完了以后能够有这些比较属于在我来讲 Internet 有两个重要的东西，一个是 Internet 素养，一个是 Internet 的哲学观然后那个Internet 素养也有一个单元我会讲。好，来我们看这个首先就是最基本的就是说既然这是数位学习，那数位学习的这个网络课程网络课程，那其实要成功的话要成功的话，它有三大关键因素第一个关键因素呢，就是要依据网络学习环境的特性然后来做课程设计。但是目前这一点很多老师就卡住了。为什么很多老师卡住呢？因为他们对自己的开的课当然 是有很多的专业，可是他们如果是透过实体来 deliver 那就没有问题，可是一旦你要透过网络来 deliver 的时候呢，你必须要借助媒体，那这个媒体呢就是由各式各样不同的平台所打造的，所以很多的老师其实是对这个网络所打造的学习环境的特性跟功能是不熟悉不了解的，所以他就没有办法把他的课程设计跟这个网络所打造的学习环境的特性跟功能去做 match。 那这件事情我基本上认为唯一的解就是你们或者你们的 new generation， 因为对就是在求学的阶段没有上过网络课程的现在在当老师的人来讲，要他们再重新学这个就障碍很高，这就是为什么现在推不太动的原因。可是对新的 generation 来讲，我认为他们就很自然，他们因为他们整天就是说在 internet 上面，他们会自然而然的就知道这件事情。好，那第二件事情是什么呢？就是说好，你一旦做好课程设计以后呢，那你还是要很多老师，有些老师喜欢在网络上开课，为什么？因为他们觉得我只要把课都录好，那投影片都上传，然后讲解都预录好，那我开课就没事啦。所以这也是错误的认知，这个就是要有学习活动的带领。那像这一点的话，这个要怎么带领？就是像现在
美国很风行那种翻转教室，就是让老师更能做这件事，因为本来在教室都在 lecture 嘛，啊，现在不用 lecture 了，不是就有很多时间吗？啊，这些时间就要做活动，啊，做活动就好像说，你如果参加救国团，那不是就是要带领嘛，活动的引导嘛，对，啊，就需要那种带活动的人，所以老师就是要转化成带活动的人，这样子，对，这个哎，陈总，那第三个就是那个班级气氛的经营，好，那个，就好像说我们现在在实体教室也是有一个班级气氛的营造，那这个当然是透过老师跟学生彼此的互动，可是你在网络教室里面要怎么样去塑造这个班级气氛，那因为你是虚拟的嘛，所以你的挑战就会更高，